八爪鱼是常见的海鲜，做法很多，但今天教大家的做法很多人都没听说过，叫温拌八爪鱼。这样做出的菜品温热不凉，更能体现海鲜的鲜美。将八爪鱼去掉眼睛、内脏、牙齿，清洗干净，改刀成段，放入盆中，加入10克的小苏打，用手不停地搅打10分钟，这样搅打过的八爪鱼口感格外脆爽。打好的八爪鱼静置5分钟，将青辣椒、红辣椒改成菱形丁，锅中加水烧开，放入青红椒，焯一下水，放入水中过凉，将八爪鱼放入开水中烫30秒，捞出，一定用凉水过凉，这样口感爽脆弹牙。碗中加入蚝油、米醋、生抽、白糖、辣鲜露、香油，兑成碗汁。八爪鱼捞出控干水分，放青红椒点缀一下，淡碗汁上桌即可。这道口感爽脆、味道鲜香的温拌八爪鱼就做好了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关注孙大厨，做饭好吃不迷糊。